系飞向天啦！今朝早一早做咗会员，专享跟住正常做节目，希望喺十一点钟之前能够做到五条片，跟住咧今日就稳阵啦。因为一出去咧拍嘢，我估计要搞掂五点钟，咁到十点三先至一人唔收声，咁我可以静静地咁做埋余下嘅工作，咁应该今日可以完，即系可以完成到嘅。喺呢度讲翻英国，虽然睇到卓惠斯风雨飘摇，但系佢哋嘅选举承诺就系去中，就系极力咁样抗中，更加重要嘅就系话视中国为胁迫性嘅威胁所在。如果系咁嘅话，好简单，即系话你做任何嘢到英国嘅，咁就系英国国家安全。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引述政府发言人表示，根据英国国家安全同埋投资法，商务大臣李思明喺必要时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干预任何嘅交易，而政府喺对特定嘅收购实施补救嘅措施时，必须发布最终命令，而商务大臣已经发布了这个命令，就是拒绝中国在英国的电网能源上高的投资。李思明不单止第一次用国家安全投资法针对中方的投资，上个月也都做了第一次，就是他刚上任没多久就介入中国国企中国华能集团子公司在英国电池储能项目石山项目，这间公司计划全资收购项目的发展权。李思明对交易开出两项条件，包括要求中国收购方在委任项目营运方的时候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更加限制这个项目营运方向中国收购方向分享敏感的资讯，即是你可以买，但是它的技术它里面的核心资料不可以转移回中国。而今日再次阻止另外一间公司，就是由中国国家开发投资集团的红石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两间持有英国西北电力公司股权的公司。如果收购完成，中国对英国的西北电力公司的持股量将增至 35%， 引发英国安全考虑。而英国西北电力公司拥有接连英国西北部的电缆，向英国西北地区包括曼彻斯特、兰开夏和切斯特这些城市提供电力。而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策略部声明表示，这项收购案关乎英国重要的电力资产，认为收购案可以继续进行，但必须遵循上述的限制，包括不得和中方分享敏感资讯，和限制中方股东对企业从重要员工的任命权，以减轻英国安风险。由这里开始，其实不单止，因为之前约翰逊时代，当日中国收购一间英国的晶片公司，而这间晶片公司能够制造到的是14纳米的晶片。在那段时已经完成交易，但是当反对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约翰逊就收回成命，跟着用国家安全又将它封锁了。即是由那段到现在，英国卓惠斯又好，约翰逊又好，是整个英国的政坛，不单只是保守党，他们都视中国不是竞争对手，是胁迫威胁。所以根本上英国不会再比，就是说中国，就是除了房地产，房地产咁你买地买地咁我諗 ok 嘅，但重要地段都可能唔得，但係喺各方嘅企业上高，
中國想得到外國的技術，得到一些比較先進的，應該怎樣說呢，先進的資料啦、資訊呢，我相信不得，因為美國做了，德國做了，日本做了，而家就爭加拿大，咁當然啦，加拿大並不是高科技公司，咁可能就可以停低諗一諗。但係全球最高即係話技術嘅公司已經打咗呢張牌㗎啦，無論係能源嘅、核能嘅，甚至就係晶片嘅、半導體、人工智能、醫療嘅，已經全部咁樣將中國孤立起嚟。我哋下一節同大家講，拜拜。